为呢，我是呢身经百战了，对，很有经验的人夫前辈，人生的学长。那学长今天呢，就要把我的责任跟内心里面的那一份的归属感交给你了。哇塞，太棒了！你现在就是要把那个房产都先交给我保管吗？地契？喂，不是，要把那个生命的经验交给你。哦，好好好。那我们今天刚、这个、今天刚好来到彰化的和美，和美这边有太多美妙的人事物。首先，因为呢，他们这边的过去养猪户很多。就抽当哎，一大早就吃很营养很补的哦，所以彰化这么厉害，和美这么厉害的那种控肉饭，就是从这样子得名，就是这样来的。而且蹄筋真的非常珍贵，等于是一只猪是两块而已哈。它算是 Q 弹松软，哇！有一段时间哦，彰化和美是我们台湾输出雨伞最大的雨伞王国，这边出产过外销的雨伞哦，把它全部撑开的话，可以把半颗地球遮住。还有一个很传统、几近已经失传的土年香的传统布偶。这附近有一个算是我们全台最难走出来的一个迷宫花园，会不会很多人还是困在那里，到现在还没出来？就像婚姻一样，我现在走进去，现在走不出来了。哎呦哎呦，最好好好讲哈。你有听说过蓝色的药丸吗？哦，蓝色药丸有听过。有哈，你上次拿给我的，不是？哎哎哎哎哎，因为这里离鹿港很近，最后呢会带你吃一个这里很厉害的紫色的丸子，所以吃下去也是冰棒叫就对了。冰棒叫的好好吃啊。叫人类猪爸爸，因为呢，你现在的责任更重大了。对，没错，是的。所以呢，你变成要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来挑菜，你教我怎么样挑水果。你看这个历史，这个文旦已经是有历史的。你要对很多很多生活的资讯是知道它的严格是什么，你会你的家里会更丰富。对对对，像这个老姜来去擦澡去瘀去瘀。对，然后呢，今天来这边呢，因为一大早的和美是要吃出呢它的非常有营养、非常有活力的。所以呢，我挑了一家很厉害的控肉饭，控霸崩算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阿伯几多？阿伯多位嗨，哎，再就就这这一节吧。没准没准啦，没啦没啦，别紧啦，别紧啦。哎，这位这位，拍谁拍谁拍谁？放掉放掉。哎，谁？进来进来哦，安全安全，丢丢丢丢，哎哎哦哦，这就老的了。你有挂目镜无？好啦，好，有啊，照过照过，好，好啦，好。你如果一块肉哦不够精致，卤起来不够 Q 弹，那个肉感不足，你在彰化呢，你那一碗你是端不出来的。哇塞哇塞，我看到了，哎，这是小顺，你看他们好厉害哦。哎呦哎呦，这个是完全是要让我们带走的吗？待会我们拍完我们就把它举着，喂，来来来，进来，好好好，这个是年轻人这样子，哎，把里面那个盘高丽菜拿出来，一桌大哥的，你好你好。而且他们的菜色好丰富哦，哇，这等于是自助餐了，对，有些便当菜可以，便当菜哦，那你们就早上开始都对，早餐六点就开始，六点就开到几点？开到十二点，十二点哦，十二点半，对，哇，那顺哥，我想要吃什么？香肠来一点点，好，我要这个葱蛋，是葱蛋，哇，那个排骨可以切一块吗？好，看起来那个排骨就很对啊，厚切的。那你们自己这样子接手多久的时间了？应该讲说是。我开始，对，我开始啊，可是我爸爸跟阿公他们是做中破塞跟卖猪肉，所以他从我这一代开始一起把它结合起来，所以呢，把口味跟家里呢对挑猪肉的部位结合在一起，对，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那个这个想法，想法，所以呢这个三位一体了，哇塞，哇，集大成啊。光是看这个场面，你只要看到现在哈萝卜崩，它每一颗肉粒杠杠的，那个就表示就是很新鲜的，而且它就是肥瘦比它都有处理过，它一刀都不会低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雄厚哎，爬一个爬一个，
那个一个747的班机降落，哇，心情都进了停机坪了。哇，这个乳汁哦，哇，好香哦，它透着那种乳汁香，哇，好软绵哦。你要看到这一块，这个是啊蹄筋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人杀猪的，在第一波的时候就已经把蹄筋已经卖掉了。嗯，我猪皮就不吃了，但是我这个非吃不可。而且蹄筋真的非常珍贵，等于是一只猪是两块而已。所以如果有看到蹄筋的，基本上一定要点啊，各位朋友。对，一定要点，对，因为它算是 Q 弹松软，哇，然后呢？它那个油又不是真正的对那种皮油，它是那种精油，对啊，其实是在有限度的那种弹跳里面，对，它有一点带嚼劲，然后它有点 Q， 哇，哇，比较紧实的那种，那种油性，吃完之后还有点绵绵的那种口感，对，哦，哎，这个大肠也就搞干了，这个也要入很久哦，哇，那大肠好入味哦，带有一点点那种奶油香。这个是咕啦咕啦汤，而且它厉害的是说，它竟然有放蛤蜊，因为他们竞争太厉害了啦。就顶尖哎，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很细心的把汤头、把味道控制的好好的，真的要在那边卡 key 就很难。而且尤其是菜市场里面，所有的人都是老饕啊。对，哎，这个很厉害哎，它竟然有天梯耶！哎呦，直达天梯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对这种鲜呢，它的汤好鲜哦。哇，我这个猪皮我一定要试一下。我猪皮就不吃了，我猪皮就不吃了，我猪皮就不吃了。因为这个猪皮里面有几种功夫啊。嗯。哇。那我试一下，因为我是底巴点多好的，我是有讲究的。第一个，它咬的时候不会咬到硬硬的颗粒，咬到硬硬的颗粒表示就是说猪毛没有拔干净，哦，很绵，一粒都没有。真假好假呢？谁知盘中餐呐？对，毛毛皆辛苦。在小学的时候，中午如果下课，下午没有课，就是把那一件猪头皮摊在那边，然后在那慢慢拔，慢慢拔。其实最辛苦是我妈，我妈也是彰化人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妈都很早就起来了嘛，所以经常拔猪毛就跟猪头皮贴在一起了。因为看到有人爸爸滚皮，因为妈妈脸贴在猪头皮上面，还在拔六右贴左边拔右边的，那个场面到现在还感觉到很温馨。帅哥老板，他真的很认真。你看他平常花了很多时间拔毛，他就连自己的胡子他就没有时间去处理。哎，真的造型，造型，因为有照咖都要有造型。哎，你这么一盘多少钱？10块钱而已，十块钱，阿妹，阿妹每块抠，乡下地方经济实惠。哦，那你这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处理这个毛，阿你敢不敢钢筋？我告钢筋，对，阿的治好不完。哦，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因为呢家里是卖猪肉的，对，也经常呢下午要去拔猪毛？要拔猪毛，修猪脚，用猪头皮。哎，今天呢我们要让很多人看到吃一个猪头皮没那么容易的，对，有没有还没有拔干净的？我们两个来服务一下，有。你知道老板叫什么名字吗？你好，叫什么？他姓李，姓李，叫李政府，李政府。那么近乎规定哦，这底膜安排个就清洁。其实他普遍这样子，你已经有处理过了吗？我稍微烤过，烤过是，他烫过，他在冰镇，冰镇完之后才能拔。以前呢，我们家就是有一碗水，我们刚刚拔的都已经呢一根在水里面。哎呦，拔到，哎，那拔的感觉好像是黑头粉雀。对，还有那个舒压。对，拔到后面手会抖，是不是？对你，所以虽然施力点太小，这样子一天你们回去的时候大概要拔大概一个小时。就一天卖的量啊，包括我们的蹄膀也都要拔。对，这样有没有有点回到我们以前那种加工厂的时代？真的有家庭代工的感觉。我那一天才听到一个工作很好玩，我的朋友呢养了一群叫猪友，
专门在养猪子的，就是欧巴上，欧力上我身上有很多油，就把那个猪子给他们挂，啊，挂几天摆回挂最近哦，大概嘛挂个便当油，好疗愈哦，夹那么久一块都没夹，真的，对啊，所以我就今天不够钢筋，而且摸起来哦，就跟那个剃完胡子的那种感觉很像，因为这个猪皮呢，它有长一个方向，嗯，你要从它的逆向进去拉，你顺向永远抓不出来的，对，我们家底点已经二十几年，是快三十年没有开了，已经很少再接触这么近距离的跟猪皮，是先体验一下。对对，而且你每次讲到猪，你就是津津有味。真的真的真的，要来体验一下我妈当年跟猪皮，嗯，相亲相爱的。哇，肌肤之亲。对啊，底点是油腻腻的。对对对，他可以一直拔到这。对对对。他现在猪肉摊谁在顾？我哥哥。哦，啊，你也要帮忙拔猪皮吗？猪也要。一样哈。哇，哎，厉害厉害。一手打断她老公的头，说你是猪头啊！对，另外一个拔猪皮，猪皮拔不过都拔我的。你知道我小学的成绩为什么那么好吗？嗯，因为就怕大人叫我去拔猪脚、猪皮。哦，我们去打车啊！哦，像我儿子，我说你考那个二三十分的，念什么书？赶快来拔猪皮。对啊，说真的，这个工作很乏味啊。那可是也是要把它做好，所以其实这种用小事情看整间店，对，跟你在这个细节的处理上也达到一个尽善尽美，很有心，代表你的料理基本上也不会差太多。哎，很有成就感哎。对啊，很少节目会拔猪毛，然后聊超过十几分钟。对对，我看完之后，我发现有一根。哪里？鼻子那里。哎，那个很痛啊，那个很痛。好，任务差不多了。OK， 谢谢。现在政府呢对人民呢就是有很多的福利。对啊，关爱。谢谢政府，谢谢政府，是，好，谢谢政府，对我们，谢谢你为我们的服务，继续努力。好，没问题。对啊，第四代要接下来卖什么？先修猪脚练习一下。要让你走进这个一朵一朵像花一样的雨伞的彩色世界，所以他们其实还保留这个记忆就对了，对在地的对这个伞的情感，嗯，还是保持的非常的有温暖的感觉。是，在那个时代哦，这边呢可以家家户户大家都在做代工，当时数量多到彰化人不够用，到云林去找帮手。哇塞！现在就整个要进入他们整个的雨伞社区，你看，哎，有有，你看到地上，哎，开始有伞了，雨伞节就是这样来的啊。然后呢，你看那个墙上面，其实有很多很多就跟雨伞有关系的彩绘。人啊人，也着有一支小伞。我的确是听到一个外国人在唱歌。真的，到处都是。嗯，还有那边有一个菜毒啊。嗯，哇哦，好漂亮哦。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不是塑胶的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委员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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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欢迎。这棵树还是活的吗？哎，这是我们做一个装置艺术。哦，是长出雨伞哦。是，它这是台湾原生的苦楝。但原本其实这棵树它的那个主人他不要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移到这边，那再给它插上雨伞，给它一个新的生命。是附近也有在做那个雨伞布的输出，或是那个伞骨的，所以在这边组装有做伞骨的、做伞布、做配件、伞头的，都是在我们这附近。以前家里也是，我们家里是四十年的雨伞工厂，那这里是老家，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改造，这样还蛮漂亮的，而且把它做得很现代哦。这次也要麻烦这顺跟威廉，是帮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来创作一下，创作一下，然后把我们就是有几只损坏的，我们把它换上来，哦，让观众朋友就是也可以来这边一起寻宝。那这是老板娘，你好，你是老板娘哦，年轻的老板娘，轻哎。那一般呢，画在伞上面的主题都是什么？哦，画外面，哦，很可爱，哦，可爱。但是我看这个雨伞好像。它有两层，它有五来力耶，可以透风的关系。哦，看得到手指头，有点像高尔夫球的伞，它就是会有透风性这样子，会比较耐风一点。哦，所以它比较不会就是一下就是开花了。对，所以这其实所有的记者朋友，你们在台风天的时候记得带的是这一种。其记者所在位置就是在小犬台风第一排，好大好大，阵风高达9级啊！我这里一点风都没有，我在。
台风眼，台风眼是没有风。对对对，没有风。OK， 了解了解。我们来创作一下，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会比较紫一点的颜色？但是你以后的伞已经是紫色了。对啊，你不要控制我嘛。那我们再加一点白色。好好好，把你要滴到我的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先拿卫生纸给你。这个颜料它是无毒的，所以沾到无毒的 OK 上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好好好，其实蛮多就是亲子会来画他们的伞，然后小朋友这个因为这个很安全，所以小朋友也非常的适合。有计算过你们到底出口了大概多少支雨伞过？哇，这个考倒我，我们是第二代。几亿支有没有？应该有，对。对，有几亿只，对对，因为从已经40年了，40年嘛，对啊，对啊，撑起整个半个地球，没错没错。那老板你们两个差几岁？哎，其实我们同年。你们同年哦？对对对，是同学吗？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？对，没错。你妈看起来很像你姐。嗯，对。有没有人讲过这个事情？有有有，我从小就是这样被讲。所以你们真的是同学啊？我们是大学同学。那是班队吗？班队，班队。哇哇哇哇！他那时候就这样子了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老子放了。你喜欢成熟一点的感觉？那你觉得你左边那位怎么样？很帅很帅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家铁哥也是喜欢收集古董的。他们是班队，那我跟我先生。哦，哦，对，这个会遗传呢。像那时候我爸爸就是在做雨伞，然后在追我妈妈的时候，就亲手同意把伞送给我。真的，哇 ，so romantic， 哇，好美，顺哥的自身漂亮。没有，又来了吧？又来，你看又被攻击了。对啊，你怎么没有说我的茄子很漂亮？你刚刚不是在画百香果吗？百香果啦。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这个叫做有个病，这个叫做艺术躁郁症。了解。那等一下要用就是百香果籽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如果这样子就被你发现了。我先帮你挤一点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贴心。难得有人那么关注你，通常都只会关注顺哥。对啊。这边帮你洗一下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换个颜色。很棒。那你们结婚多久的时间了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回答回答，该是你表现的时候。来来，几月几号几年，请说出来。对，三二一，请回答。应该是四月六号。哎呦，四月六号，确定吗？几年了？几年了？应该现在10年了啦。哇，一般都是女生记得很牢靠的，所以老公算是比较浪漫的吗？结婚前比较浪漫，哦，追到手就没有这样子。哎呀，一般都这样，很正常。没事，哇，你好厉害哦。所以威哥，你我已经帮你画好了，你不要去烦恼，有我的画像，没有你的画像。而且我还在画两个茄子，你已经画好我了。其实慢慢感受到台湾过去或是现在很多厉害的产业，我们一一的把它找回来。像雨伞，它是算是传统产业啦，有很多的部分还是需要人工。一把雨伞在哪一个呈现的时候最需要人工？缝的部分，这个伞骨这边，嗯，有弧度，然后我们必须要缝，把它缝，然后伞骨跟伞布这样子，固定住，这样子雨伞在被坚固，对，会比较坚固。现在家里卖最贵的是什么伞？这是很精工的收藏级的。对，来，老板介绍一下。我们这一支健行伞，铝合金的中棒，我们在做这种直立伞的部分，它会做开关，如果去打洞的话，伞被他们在压的时候，比较容易会变形。它等于也可以变成一个拐杖，没错。那它是一体成型的铝合金去做那个它的中棒的部分，那这样长辈在使用的话，它会比较安全一点。手吸头布道的时候是非常好使用，像我们伞布也都是这个福茂的伞布，台湾的伞布。哎，这个很像是特务伞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完成了。哎，其实我的也蛮可爱的吧？很可爱。对啊，这样大家应该会发现它是百香果。确定哦？你可以偷偷在旁边注记一下它是百香果，这样。不用注记，它很像百香果。哎，你把一个很随和的人弄哭了。不像吗？他就是这样画的啊。很像。生什么气呀？因为它这个布色要让它跳出来一点点，所以我就画了一点白花。哇，然后刚好就是顺着这个紫色，就来了一个百香果。哦，
他刚说那个是什么？茄子、百香果。不是不是，我现在有另外一个解释了。解释你那么大声，他都不太敢讲。好好，所以他以为是鸟屎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往这边过去，我们来。哎，我发现它这个伞它还有一个小巧思，哎，就是比较好推。其实设计是给小朋友，他不会夹到手。哎，这个好棒哦。哦，看这个哦，哎，这干嘛点哦？对，它干嘛点哦？这是我们干嘛点？我被干嘛不？哦，哇，哇，我这个干嘛点都是长辈他们平常聚集的地方，就是聚集中心呐。这里要给大家介绍哈，是三哥跟六伯嘛，无代志拢在这开讲啦。他们喜欢拉，你再借我们看一下不？来来来，哦，哎呦，这哦，在。阿孙啊，阿孙啊，阿威廉，嘿，哦，我们这个干妈点很特别，它就是保有所以我小时候干妈点那个感觉，是就居家式的，没错，就是冰箱自己打开自己拿，想要喝什么就自己拿这样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记得要记账就好了，满满的，对，好厉害厉害，哇塞，这个有点奇妙哦。而且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的架子？嗯，以前那传统那个竹筒的，没错。其实它这个房子是我们去年就是社区跟他们就一起配合，然后去跟这个文化局，我们去帮他们做提案啊，然后做一个修缮。啊，大家拢底下开杠哦，哦，这高十几岁啊？哦，啊你买过无？我买高十七啦，这高十八。哦，那你高十八？哇，你有看我个蹦恰恰的哦，还没有看唱歌的哦。我拢买答案。哦，啊你形象搁听有哦？有啊。哦，有啊。耳聪目明。对啊，这边这边几百岁啊，这不简单哦。啊你几岁？哇，七十七，零六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哦，快嘞！所以您家是长寿村哦，对啊，哦，啊，等于就健康，八十八，高十八，哦，哎哦，够，哎，他卡车嘞，你主持我拢在看哦，哦，开来够足好个哦，好，安尼我来去钓河山哈，感谢感谢，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，我拢忠实的观众，是是是是哦，我那也要讲，啊，大家有单机吗？哇，这也就是我们。的彩虹伞像，它的影子这样子多美，对，而且它不是一个影子哦，是连接下来的哦。像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发像，真的是插成了一朵花。那时候就很单纯的想法，想说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老家旁边，是我们自己家里的雨伞来布置这样，是，因此这样就变成大家来拍照的一个地方。哦，对啊，是，对，所以有很多网红在这边拍照哈。没错，我们的构想其实就是在这个社区这种老地方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荒芜的一个空间，嗯，那我们把它改造之后，等于又活化了。没错，活化。但是雨伞变不再只是说遮风挡雨，它更有了一种生命力。哎呦，头杠组看到了，这个真的是很传统的。那其实这一区原本那时候台风来的时候也是整个倒了很多面墙，那我们就特别把这个头杠组把它再加固，慢慢再对再加固了。哎，你就知道了，以前的人哦，平均身高都没有那么高，要不然走到这边打到额头了。这一区就是把它原本其实它倒了很多头杠组变成那个废墟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整理起来变成野餐的一个地方。而且年轻人都回来开店，对，就是有咖啡。这个老板看起来虽然有胡子，但是很年轻，是是是，也是我们在地的青年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很棒哎！布伞的地方是在这里，我们先来布置一下。那我就特别为两位留了两个空位。哎，这像是有点升旗一样的一种荣耀的感觉。是哦。啊！妈妈咪呀！是森林之王吗？是。来，拉紧一点。再全部拉错边。你要拿粗的那个颗粒可以卡住那个。哦，是这一边。你看，行不行？爸爸也会变笨。对，是你小孩生的头变笨的，给给给给给给，小卡住。对，我们也顺便教育一下观众朋友。你是教育我吗？我说观众朋友。就跟你老婆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敢说是同学吗？我只是脑子不好使而已，我嘴巴很好使的。没错没错，还好你长得帅啊，要不然只有四个字形容你，一无是处啊。甘丹，甘丹没事，我不会笑你的。甘丹，数学54。这段剪掉。威哥，哎，还有几天呢？慢工出细活啊，孝顺。怎么样？是觉得我绑太慢吗？对啊。嗯。来，我这一根。
这个角度看起来那个鸟屎更清楚。这个是像百香果的鸟屎。这个平均底层放在那边可以放多久？我们大概一年会换一次，因为它有时候颜色因为太阳晒就会淡色一点。对，其实越鲜艳的颜色，它色牢度会在低，颜色疲劳。是，好耶、完成了，好棒，完成。那我有准备那个一些小点心饮料，让你们辛苦了，我们就一起不好意思，一起来野餐一下。这个绿地，这些树呢，就感觉起来真的在这边喝杯饮料一定会很棒的。不仅刚刚的也是适合网美的拍照的地方，这里也更也没错，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会提供这个野餐道具，那你就是在刚才我们那个白色小屋那边点餐，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自己的野餐篮，然后在这边用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哇哦，好棒啊！这也是我们社区青年的餐点，等一下我们就是这蜂蜜甜橙气泡饮要调一下，哇，这是什么厉害的可可松饼？它跟一般的松饼不太一样，它这个饼皮是那种可颂。嗯，没错，果然是口感不太一样。对，你拿巧克力的那种香，好棒。老婆做的吗？这个我妹妹离开不了你家的地盘。对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就一起在我们的老家这边一起投入这样。这些都是社区居民他们无偿提供给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，然后我们来帮他做布置这样。光看这个环境，对啊，这个是庄园吧，好大哦，一草一木都很用心在经营啊。对啊，那包括你看那个楼梯的马赛克什么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顺，这个学长传承的真的很厉害。对，这么早就带我来这种特别的店，还穿制服。对，那是学妹啊，没有想那么远。同学你好，哎，同学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是跟那个老板娘约，对，是。你们找我吗？是你就是老板娘吗？对，我是。一身学生服，然后还有点韩版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刚看你们这个外观呢，从你们家的这个树木看起来，然后呢整个的建筑物的气派，你竟然是老板娘，这么年轻，没有不年轻，怎么样都没有超过25岁了，不对啊，38。有这么多了，穿制服都会变年轻。那我们回到18岁。哇，好粉哦！对啊，我怎么突然间变成15岁了？而且这里的场景都不一样耶。对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本身非常喜欢 K-pop， 就是一个追星族。是，我就想说很努力的画一些设计图啊什么的，然后把它打造成我梦想中的样子。对。那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可以体验的？像我们这里有那个传统韩服的布景，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道具。这个哦，这个是传统的。那有没有帅气风？你是说这个气质，我觉得还蛮适合你的。你看这紫色超梦幻的。我是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奇，阿里奇玻璃郎，玻璃郎，哈比伯。今天好不容易，我从上方拿下来的尚方宝剑。惊醒！刚刚是不是在我梦里面又看到令我心仪的那个白马王子？我一定可以让我的尚方宝剑好好的出鞘，让我来耍耍他。他手上就拿了香蕉，哦，不是，鼓棒。我就来去练练我的剑，杀！不是。他拿的是一支剑，他是我的白马王子，我要去追寻他。哦，我梦中的白马王子，我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最喜欢耍剑了，嘿，我好贱啊！有谁比我还贱了？卡基亚！啊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。卡基亚，你不要过来！卡基亚，你是老妖怪！卡基亚，有妖怪啊！卡基亚，好可怕、啊！我耍剑给你看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是我的梦中情人！我这么贱，你还喜欢我？你好贱！卡基亚，你
是妖怪吧？恰吉啊，你是车床吗？恰吉啊，啊，去你啊！打死你，老妖怪！啊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！恰吉啊，你不要再跑了，我已经没力气，没有力气了吗？你认输了吗？我认输，认输，认输了。请赐死啊！这。好有意思，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。对对对。然后穿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这个庄园好大哦，后前前后后走了快40分钟，还没走完。而且到处都可以练剑哦。对啊，这剑这里还不是迷宫哎。迷宫好像他们家到底有多大？对啊，应该就是家里太大，以前在家里都会迷路，那倒不如就真的弄一个迷宫。我没有说不爱自己的小孩，故意带来这边，然后把他丢掉。我找不到妈妈，找不到爸爸，哪里有入口？哎，可不可以叫我计程车啊？入口在这边，是那好，出口是在最远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谁最先找到出口，然后就可以享用他们这个厉害的炸鸡啊！我知道那个炸鸡的时候跟约翰打招呼，黑酱，黑酱的，好，事不宜迟，但是我很害怕哦，真的很害怕，我一定要赶快找到出口哦，也不见了哦，卡吉啊，哦，卡吉啊，我来了，一起卡吉的，我穿这样子哦，最像那种会。在森林里面采蘑菇的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可怕的魔鬼，叫做恰吉亚在等我，我要尽快的赶快避开他。我现在就去采我的毒蘑菇。比赛开始，比赛开始了。因为我去过欧洲的，他说地上如果哈有很多人走过的地方，就是比较会出去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来到了第一个路口。哎，应该是往这里吧？哎，这个感觉真的是看不太到，哎，感觉不太一样。啊，是啊，弄表有没有？那边弄表。杰基啊，你在哪里？好可怕，这样感觉就要被抓到了。恰吉亚没有抓到，恰吉亚，好，恰吉亚，但是我们俩各有任务，对对对对，快往那另外一边走，走走走，恰吉亚看起来臃肿臃肿，怎么那么快？怎么越走越阴暗，越窄小？是这里吗？这个是这样，我已经走了，哎，差一点点了，差一点点，啊，恰吉亚好厉害啊，恰吉亚，我先到了，我是恰吉亚。来来来来，可以走外围吗？对，走外围就可以了。这里这里，哦，这如果是一个人来走的话，觉得还蛮恐怖的。恰吉啊，恰吉啊，我们要用很棒，然后转三圈。恰吉啊，已经赢得了炸鸡。刚刚跟你转三圈。对。我好想吐哦！对啊，我也好想吐。那好，那你接下来听我的。对对。那我就决定了，要把一半的呢黑酱炸鸡给你一起吃。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拉里哟。站在街这里很舒服，这个环境真是太引人入胜了。恰吉亚，恰吉亚。恰吉亚很厉害，赢得这一场胜利，所以我要喂你吃一下黑酱。是黑酱，黑酱 ，Don't let me down。哦，看起来，恰吉亚，恰吉亚，哎，恰吉亚，哎，哎，我刚是有看那个乐器，是不是？差点就吹起来，喂，恰吉亚，恰吉亚，哎呦喂呀呀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刚好他们穿韩服吃这种韩式料理也是非常非常的搭。然后瑞雄掉下来还可以许愿，是啊，我要跟恰吉亚先生试试在一起，可以下戏吗？其实我在30几年前就遇到恰吉亚，摩托拉拉之前，黑金刚之前就是车上的鸡，一讲嘛就恰吉亚，不要怕，加六碟我啊 ，OK， 你可以赶快卸掉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因为我有点不太，我这一集从头到尾都要穿这样，没有办法这样看着你的脸讲话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说喂。啊，很棒，很棒！哎呀，可爱！
喜欢我们驰骋都市、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